很高兴大家今天参加给意见抽脚皮的活动，那我们现在开始抽奖。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把所有的签都做出来了，绝对公平公正公开，今天有给意见的所有的人，他的签都会在里面，多一个意见也不会多一张，少一个意见也不会少一张。那我现在请律师帮我们见证一下。律师，请问这些签有没有问题？好，律师说没有问题，那我现在要开始把它折起来，稍等我一下。现在所有签都已经被我做成这样的小签了，现在我们就要即将公布2013年第一个获得林启明脚皮的人是哪一位，就决定是他了。那我们恭喜宪宪。